在你走后的空档，才知道什么是幻想。全身都湿透了，你换个干的衣服吧。阿宁，我来是为了告诉你，十月的过去是他人生中的一部分。当我接受他这个人的时候，就决定接受他的全部。我在意的是他的现在、未来，在意我们是不是信任彼此的感情，彼此能为对方付出什么。自登门拜访就跟我说这样的话，不怕我毁了你们吗？那就太好了。你也不是第一天有这个念头了吧？从现在开始，不管你有什么，都真刀真枪的冲我来，别再把十月牵扯进来。大家重新认识一下，十月，南疆，这是什么神展开？人生如戏啊，而且是我拿错剧本的那种。小琪，你说我最好的朋友和你最好的朋友都光明正大的在了一起，那我们俩是不是也得顺理成章的？想得美！你以为十月变成了一个有情有义的大好人，你就不是帮凶小的了？嘿嘿，哎呦我！停，往后退。上次我怎么说的来着？至少要保持一步的距离。你刚刚不是说我是小人吗？小人不只有那么一点点，所以呢，哎，你可想好，这是狗粮，给我吃了之后。你的人呢？老板，哎，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啊！哎，